手票大客田祖董、新妇教友同齐抗议。文化局表示，延续历史资产价值，满足使用需求。清水地热明仔载开始休眠七天，改善气烟温缺失。三星聪明面料理竞赛，嘉兴聪明志摕到冠军。客家大戏就唔啊看竞赛，12月16号今日听公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30号的《宜兰新闻》。新闻开始，就先来关心到大家的天主堂去予文化局登录做历史建物。今仔日天主教神父甲教友是同齐表达抗议，除了对文字法的规定表达不满以外，嘛已经提出到行政诉讼。同齐天主堂被文化局登录为历史建物，今日天主教的神父已来自台北的教友，同齐来到同齐天主堂，挂起了白布条，真情抗议，大声来发出不满的声音。不要文字观，要文化，要文化人，抢救江西天主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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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前使会反对全部建筑物拢被列为历史建物来保存，也强烈抗议文字法的霸权，严重侵害私有的财产权。因目前已经提出了行政诉讼来救济。文字法居然允许任何第三人都可以来提案，这个是非常不尊重这个所有权人的一个做法。再来，文字法对于所谓的这个任何的一个审议的过程，他可以这样子独断独行，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尊重，而且是严重违背民法或者是宪法里面有关于保障人民财产权的一个违法的作为。更糟糕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地方这个江西天主堂，它本来的预算就是要作为一个长照的社福大楼。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假如要被提报为所谓的历史建筑，将会严重违背或者是那个违反天主教对于这个照顾老年人的这样的意愿，这个部分是我们万万无法接受的。因此我们已经对文化局的所有的行政作为提出行政诉讼，行政救济程序。天主教前使会原本预定要在这一块土地顶端来兴建长照社福大楼，希望今年申请建造，以服务宜兰的长者。强调爱服务，不爱文字馆，要让土地活化，延续复团和服务。我们也呼吁大家能够来尊重这个在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天主教区对于所谓长照事业的这个支持，千万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文字馆，变成一个天主教已经在宜兰市已经有两个地方是被因为文化局的作为所谓的古迹或历史建筑而沦为所谓的文字馆了。我们千万不要再让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文字馆，这个是对地方或者对我们宜兰地区甚至于整个所谓的长照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宜兰新闻记者九世民采访报道。而对着天主教神父甲教友的抗议，县府文化局是表示讲，大溪天主堂的保存案目前的建设是延续历史价值，满足教会未来使用的需求。而对着因的诉求，也转达予审议委员了解。县长文化局表示，大溪天主堂的保存案自106年4月文书团体提报以后，经过一年外来甲所有权人的沟通，双方对延续大溪天主堂的历史价值、满足教会未来使用需求有一定的共识。目前的问题点是伫保留的范围以及修改甲起的方式，依然有无共款的看法。这个案件原本预定今日召开审议会，依照程序再去办理现场勘查，下晡开会来审议。但经过联络，无达到过半的规定，因此要另外找一天来召开。文化局表示，大溪天主堂包括了大溪天主堂办公室以及宿舍、租费幼稚园、文生复健院等等，目前也是暂定搁置。审议期间是以6个月为限，必要的时阵他延长一届，也就是到108年6月5号为止。
对这一届陈情，文化局表示会将教会诉求转达予文主审议委员来了解。你未来正式召开审议会时阵，也邀请到教会来讲到因的意见。宜兰新闻记者周世民采访报道。另外，清水第一、第三期的工程日前已经完工，并且嘛伫十一月二十号开放试营运。施工的期间，工商旅游处嘛收集到部分营运的缺点，啊，佮有民众的需求，所以嘛决定为明仔载开始，佮要封园七天来进行改善。预计伫咧十二月八号会正式开园营运。清水第一、三期的工程经过八个月的荒废时间，日前已经来完工，并且在十一月二十开放试营运。期间，工商旅游处嘛收集各部分营运的缺失以及民众的需求，因此决定为明仔开始休园七天来进行改善。预计十二月初八正式开园营运。清水第二园区的三期工程，那历经了将近有八个多月的这个改善，然后已经在十一月十九号正式办理验收，那同时在隔天也开始做这个试营运的启用，那到今天为止刚好是十一天，那在设试营运的十一天，我们也收集了一些现场的改善的项目，然后民众的需求，然后预计在明天开始到这个十二月的七号，我们会赶快进行那个立即的改善跟调整，然后并且在如期在十二月八号可以在正式的开园，然后提供游客一个比较舒适的清水第二的这个游憩的一个空间。工商旅游处表示，这边改善的项目包括冷水的水源、泡卡池水温的控制、建筑物照明等等。另外，分区的卖店嘛，将会伫正式开园当天同时来进驻。所以我们会朝向有四个必须要改善的内容。第一个是冷水水源的这个改善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混合池提供泡脚池的部分的水温的控制。那第三个是这个新建的这个建筑物在户外的部分有一些照明必须要再加强的部分，这是第三个内容。那最后一个是针对这个在园区内目前这个厂商的卖店的进驻，也会如期在十二月八号做一个赶快进驻跟准备的工作。所以以上这四个从水温从这个卖店的这个供需提供，会提供在十二月八号给游客一个更舒适、更完整的一个游憩空间。清水第一开园营运了后，开放的时间是早起九点到下晡的五点，免收门票，不过会收取停车费用。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当地找头路的民众要注意这个消息啦。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明仔载要伫劳动振兴会广场举办着人才活动，有邀请到二十二间的厂商，提供四百个工作机会，有需要的民众是要好好把握。为了应应年底厂商用人的需求，并且提供转职或是就业机会，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今明仔嘛，就是十二月一号，将要去劳动振兴会广场举办了2018年职场迎新迈向幸福的现场精彩活动，邀请二十二位厂商提供将近四百个工作机会。这次的征才包括了储备干部、制程工程师、照顾服务员、销售人员以及饭店的相关工作人员等等的工作机会。其中台湾玻璃工业公司的桃园厂提出的工作机会上多，有储备干部、化工人员、造工师、品管检验人员加机器维修人员等47个工作机会。以在地人才需求有包括了台湾半导体公司提供了手部工程师、自动化工程师、研发工程师、甲制程工程师以及作业员等34个工作机会。伊搭客招聘酒店提供了救生员、帮务领班、帮务员甲技术员等工作机会。至于七里湾尊乃文化馆嘛，提供50,000元的薪水，要来找到客户服务主管。另外有交通运输业、综合商品批发业等各种的工作机会提供选择，欢迎有需要的民众踊跃参加。宜兰新闻记者刘永贞采访报道。也阁有为着要帮十二月十五号到十六号的青葱人流一暖场，三星地区农会今仔日伫咧圣母专校来举办着2018三星聪明面创意料理竞赛，邀请着县内相关科系学生来发挥创意，做出聪明面料理，而经过严格把关，最后是由着更新专校参与考三年级的学生所做的夹心聪明志，甲大阪烧来摕着冠军。
来自京新专校、桃社家乡、甲圣母专校参与考的十二组学生啊，甲三星仓所组成的聪明面动作实在，展现主家技巧。无论是甲面变成了三明治，还是棒棒腿了，还是将面条变成了辫子，甚至是加水做成了玉子烧，学生爱多玩创意，拢好秉性感觉相当的新奇。我们今天就比创意，把我们的聪明面把它推广出去，创意跟口感哈，还有它的制作流程，因为毕竟我们是要贩售嘛，不能说我们一道菜煮出来之后哈，它会变成流程变成很冗长，我们要在把握时间点里面把它赶快把它贩售出去，这是一个贩售也是一个要点。我们这个三明治的部分，还有这个大阪烧的部分哈，这个都不错啊，就是把聪明面做成我们的馅料来包。还有用把它做成馅料做大阪烧，这样都不错的。还有我们把它弄到滴水里面啊，这是把它做成馅料，这是很不错的一个构思，有创新。三星特古龙会举办的2018年三星聪明面创意料理竞赛，不但提早帮12月15号到16号的青葱银柳节来暖场，嘛好聪明面的做法是更加有多元的发挥。伊龙会阁特别邀请到大饭店的总铺师甲专家严格把关，最后是由京新专校参与考三年的学生所做的夹心聪明治甲大阪烧胜出，摕到冠军。对，我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们做出来感觉老师或是我们自己吃也都觉得吐司把我们今天的主食面给盖掉了，那我们后来所研发出来就是我们自己在面里面加一些调味料，让你咬下去是吐司的口感，可是吃到里面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新聪明字是因为我们是更新专教其中一个新字，所以我们把新也带进去，那我们主题是三明治的形状，所以我们用明字来装一个尾段，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聪明面，所以我们多了一个聪明字。欸，一定有，因为中间包含我们学校有给我们支持的力量，是抱着一个必胜的决心，因为我们既然来到这边比赛了，我们既然来到这边就是要把最好的作品做出来，然后给大家看。做起来并不难，像是我们的这个三明治，它其实做起来的料理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是以面去作为夹层的，然后再加上自己做的肉，然后下去搭配，然后就做出了这个三明治。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就有讲吼，咱这青年学子吼，他们比较一世代的一个想法吼，来研发咱这个产品吼，将这个面食一个料理呀，作为一个说比较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料理。啊，当然主要这届活动就是讲，因为三星地区农会伫咧12月。15、16要办长选人流节，啊，阮希望就有这个掀起的暖身的活动，啊，就有这学生啊，吼，啊，因来做这创意料理，啊，阮嘛提供了，高额的奖金，就有这个创意的料理，和消费者会使多元来了解讲一个面有多种的做法，包括像今仔咱看到这学生啊，12组内底有12种的做法。三星地区农会总干事谢志旭对着冠军的作品夹心聪明治是相当学咯，加上做法简单容易学又阁好食，继12月15号、16号所举办的青葱银柳节，农会卖中现只的调整料理，和参加的民众免费试食，体验到聪明面无同款的食法。既然新闻记者刘耀珍参不得。继续带大家来欣赏到艺术表演，相隔15年，迎新客家彩蝶剧团在12月16号下晡2:30，将要伫宜兰演艺厅演出到客家大戏《刘姆啊看竞赛》，活动是免费入场，夜晚为止，乡亲会当踊跃入场来欣赏。迎新客家彩蝶剧团来自苗栗后龙，成立到今已经有30年。团员的人数超过50人，包含老中青少等世代，不但曾经进驻国家演艺厅，还佫受邀到海外来巡演，成功地将传统的彩蝶戏剧推向国际舞台。
然乡亲热情的愿望，甲客家委员会支持之下，剧团伫百忙当中特别来到宜兰演出客家的大戏《丈母娘看婿郎》。剧情描写场嘛，看景色是愈看愈趣味，内容活泼又阁无性感的。距离上次三星的演出15年了，这次我们特别感谢客委会的李主委哈，能够邀请这么好的剧团来这边演出了。事实上，这个剧团是魏延先锋洞了哈，外称百万剧团啊。它成立的时间从民国75年到现在啊。事实上，我们宜兰县的客家文化非常的丰沛。事实上，宜兰精神就是客家精神。我们希望让我们全台湾人都知道说，其实宜兰这边有保有很好的客家的文化的精神。对于客家这一块，宜兰有不少的客家人了。我觉得客家戏再来宜兰来演出是有它的相当的意义，因为客家戏是很重要的客家文化之一，那么在台湾才有这样子的客家大戏，在大陆没有这样子的客家大戏，所以它是属于台湾的很重要的客家文化。这出戏演出的时间是12月16日下晡2:30，采取免费入场，额满为止，敬请乡亲踊跃到场来欣赏。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为着要让社区建立着反暴力的意识，宜山啊内城社区结合着上德社区发展协会，同齐来成立着防暴联盟。今仔日嘛举办着家庭暴力防治宣导，来进行采街游行。由山乡内城社区的千岁太鼓团第一届登场表演，为这一届家庭暴力防治宣导来进行热场。由山内城发展协会对100年开始就投入了社区防暴预防工作，为了要让社区来建立着反暴力的意识，打造暴力零容忍的社区意识，结合着上德社区发展协会成立防暴联盟，并且今天来举办家庭暴力防治宣导。我们在这一年来，我们社区由卫福部跟宜兰县政府这一边哈，来推动所谓的防暴社区的这个部分哈。那所以说，我们就利用内城社区的铁牛里亚卡跟所谓的意影机哈，在旁边挂了一些所谓的宣导标语哈。我们希望就是除了让社区居民能够看得见，能够知道如何做所谓的家庭保护，甚至于也让游客能够对于这样的一个防暴意识哈能够抬头哈，那能够落实整个在所谓的生活面跟教育面上面，对于所谓的防暴社区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能够长期推动。内城社区的铁牛里亚卡以及大型的铁牛车嘛，特别来进行采街宣导，增加活动的亮点，并且伫铁牛车以及意引车两边来架挂着反暴力的宣导标语，加深民众的反暴力观念。来城与上德社区防暴联盟透过这一届活动、教育宣导以及志工关怀等等，来消除家庭暴力的迷思，将反家暴的意识扎根伫社区内底。宜兰新闻记者周世民采访报道。来看到社会案件，法务部调查局是查到以着陈姓男子为首的诈欺集团，总共是7个人。因是伫东山河边租用高级的别庄，设置着诈骗电信机房，利用网络软体啊，佮有定位功能来锁定旅居美国、加拿大、澳洲佮大陆地区较有财力的女子，也佮假作是香港地区的金融管理人员。向被害人推销机会投资的方案，诱拐被害人落入陷阱，诈骗的金额已经难以估计。来欣赏到美丽风景，每一年春天孤山岛的百合花海受到游客欢迎。东北角风管处趁着孤山岛十一月份最后开放登记的时阵，今仔日由着处长陈美秀甲民众同齐来登岛，
夜下今年热天所收集的百合花的种子，唔忘每年同款会当这么水。结合着校园力量，甲企业同齐站出来帮助着宜兰弱势团体。日前伫咧宜兰大学的校园，就一场温馨的观景仪式，由着宜兰大学 EMBA 甲民间企业同齐合作，从澳洲来7000领寒天衫，关乎关爱需要的弱势家庭。关键仪式当中，宜兰大学校长、联合看护基金会董事长以及宜大 EMBA 师生等等的贵宾，将保暖的外套亲自送到弱势儿童的面头前，还佫帮因穿起身躯顶冠，予在场的民众相当的感动。高兴这个宜兰大学参与这样的活动啊，那尤其是能够展现我们 EMBA 的这个活力。在活力之外，我们甚至还有爱心。那希望能够在寒冬的季节能够把这样的爱心传给这个社会，那我也希望 EMBA 的这些同学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影响所有的宜兰大学的师生，未来在整个慈善工作上面宜兰大学是不会缺席的。感觉很温暖，怎么说，真的非常温暖，因为有一些人真的他们没有好的窗户，他刚好也有睡袋给他们，还有一些人真的没有冬天的衣服，可是有这些冬天的衣服让他们能够这样。活动创举人吴志贤表示，发起这项爱心活动是企业家魏基成先生。虽然伊伫今年因为破病来离开人间，不过伊对弱势族群的关怀依然存在。魏基成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人，但是他很不幸的，他在这个今年呢，他辞世了。但是呢，他的爱心呢没有因此而中断。那我们这一群义工最大的一个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就是帮魏先生继续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那我非常感谢魏先生把他的爱心送给了我们宜花东。那我希望呢，未来我们能够继续的帮他来做这些爱心的活动。宜兰大学 EMBA 真正落实大学社会责任，汇集大家的力量，将来自澳洲的这份温暖送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的手头。宜兰新闻记者罗福兴采访报道。在咧新闻了，继续是多元族裔交流道的节目，要教大家来讲到原住民的意见。欢迎收看多元族语交流道的节目，娃娃小朋友上课喽！你好，我是阿美族的都莹老师，我是红娜。我是沙福露，我是多米古。起，我们今天要学什么呢？我们今天要学的是动物篇。哪些动物？我们今天要学五种动物哦。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瓦柱小狗。瓦柱小狗。不信猫咪。不信猫咪。耳鹿老鼠。耳鹿老鼠。咕噜鸟。咕噜鸟。喜力羊。喜力羊。红妹，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吗？我最喜欢勤劳的咕噜。勤劳的咕噜吗？好棒。多米古，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呢？我喜欢温和的喜力。你喜欢温和的喜力。沙福路，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呢？我最喜欢可爱的瓦柱。哇，可爱的瓦柱小狗吗？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学习一下动物怎么说。会汪汪叫的动物是瓦柱。会喵喵叫的动物是捕蜥。会叽叽叫的动物是耳鹿。会很勤劳的动物是咕噜。温柔的动物是喜力。好棒哦，我们都学会动物怎么说了。多元族语交流道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见咯。阿拉诺。如果说来嘛，跟大家来看到明仔载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
明仔在宜兰地区是侪分好天的天气形态，落雨的几率是10%，气温预测伫咧18度到25度之间，继续看到雨点气象。以上就是这一个台语新闻，我是吴玉涵，也感谢大家收看，咱简单再会。